那接着看843页，倒数第六行这个解释这边开始。上一节课呢，这边学习呢，世尊他对于修无漏的方便来讲呢，就先开示修三摩地。那修三摩地之后呢，再开示修解脱，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解释：世尊于无漏方便中等者，于定地中思维诸行如病如痈如见，乃至广说苦空无我，即思维已，心生厌怖，于不死界摄心而住。先成就了三摩地嘛，最起码就是要初禅。那么有初禅的基础呢，就在这个定地当中，就是要在初禅当中，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是禅呢，那是最理想的，它的定的力量呢，就高深。所以最起码就初禅。那么入了初禅之后呢？在这个初禅当中，他就要思维观察这个诸行，也就是呢，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就是诸行，要思维呢，这一切的有漏的杂染法，它是如病，就好像人生了病一样，生了病呢，那是不舒服的，不舒服的不快乐的不自在的。如痈，就好像呢，身上呢，长了一个脓疮一样，这个就是痈。当然，这个脓疮呢，长在身上呢，它也是不舒服。还有呢，如箭，这个箭呢，就好比说有人朝我们射了一支箭，那么这个箭呢，好比说射中了，那射中之后呢，当然就痛苦嘛。或者说呢，还没有射中之前，可是呢，因为箭已经从这个箭弓弦上发出去了嘛，所以它终究呢还是要射中我们所以呢，射中的时候呢就是痛苦，可是呢，在没有射中之前呢，这个苦呢是随逐着我们，所以只要有五蕴有这个诸行呢，所以终究呢还是要受苦。所以思维这个诸行如病如痈如见呢，这个就表示说这个诸行它是苦的，这些都是形容一种苦的相貌，用病用这个痈用这个见来形容它是苦诸行是苦，因为呢一切有漏的杂染法五蕴呢就是苦嘛，为什么？因为无常。无常的关系，所以它就是苦。那么乃至广说呢，还要观察这个诸行除了苦之外，还包括呢空，包括无我它是呢这个所谓的空呢，就是指诸行当中我不可得，这个叫空所谓空的定义，就是诸行当中是没有我的。我不可得，我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叫空。那么无我呢，就表示呢，诸行是不自在的，因为它毕竟呢，它是在无常的范围当中。那么无常就会有苦，所以呢，它就不自在，这个就是无我的定义。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就是修圣道的方式，要观察苦、空、无我。里面还包括无常。如果修圣道呢，好比说以苦集灭道来讲，这是就是苦的相貌，苦谛的相貌，就包含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都是观察苦谛的。那么即思维之后，这个时候呢，心要发起厌怖，要厌离，对于这个诸行呢要厌离，对于诸行呢就升起恐怖的心。
因为厌离恐怖之后呢，你的心呢就不再对诸行而有贪着了，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了解，今天修禅定的人，好比说呢，这个外道还是一般的凡夫，他修这个禅定，他最初得定，他只是破除这个欲界欲的现行。所谓欲界的欲呢，是指外在的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他只是对于他们不再贪着而已。可是对自己的果报呢，对于自己的生命诸行呢，他还是贪着的。对于这个果报体，对于这个欲界的这个基本上这个果报体呢，他还是贪着的。他虽然说有禅定然后呢能够使令这个欲呢不再现行，可是对自己的生命对这个我，或者说呢对这个五欲呢，他还是爱着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烦恼嘛。那么今天凡夫是这样子，可是圣人呢要修圣道的话就不是。在定的基础上呢，他还要继续的思维思维这个诸行，这一切的有漏杂染法呢都是恐怖的。然后呢要厌离这些。使令内心呢对于这些呢不再贪着。因为你要厌离厌离之后呢，将来才能够实际的去断除它。如果不厌离的话呢，那继续的贪着将来是怎么凭什么要断除？对，先要心生厌怖。那么心生厌怖之后呢，接着于不死界摄心而住。这个不死界呢就是涅槃。因为在涅槃当中呢，不生也不死。就是一种不生不死的境界，唯独是涅槃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对于涅槃呢，他要发起呢心目的心，有厌离嘛就要有心目。就好比说我们修禅定，你要厌离欲界的欲，欲界的欲呢它就是如病如痈如见嘛，它是苦的，它是呢杂染的，它是有过患的。然后呢要去心目色界禅定的功德。那么今天修圣道呢一样，那对于三界诸行呢要思维它是无常苦空无我，然后呢心要升起厌怖。接着呢对于涅槃不死界当然要发起这个心目的心，我要成就涅槃我也想要得到涅槃我要断除生死的杂染。就对于这个对象呢摄心而住，也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呢这个诸行它是无常苦空无我，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能够这样观察当然这个是观察苦谛嘛观察苦谛。那么观察苦谛之后呢让我们对这些有漏杂染法呢就会心生厌怖。那接着呢当然如果说于不死界摄心而住的话，这个就是观察灭谛。那么观察灭谛什么叫灭呢？就是说这个时候要去思维说，当诸行这种如病如痈如见乃至呢苦空无常无我这样的境界呢如果能够永远消灭的话能够断除的话能够呢使令它呢不再现起的话就是要去思维这个方向这个就是于不死界摄心而住。或复思维真如法性实际，即思维以摄心而住。或者呢还可以这么样去思维思维什么真如。这个真如呢其实就是诸法实相，以法华经来讲的就是诸法实相诸法真实相，这个就是真如。这个真呢就是真实的意思。就一切法呢好比说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呢它有不同的体性，有不同的相貌，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色法它的体性相貌乃至呢受想行识
它的体性相貌呢？这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无常、苦、空、无我。唯有呢，这个真这个如唯有如才是它的真实相。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从这个方向去观察，观察什么？观察这一切法呢，都是无所有，都是不可得的。色无所有，不可得；受想行识呢，也是无所有，也是不可得。这个就是观察真如，思维真如。或者说呢，以《般若经》来讲呢，就是观察空。诸法呢，都是空的。诸法是毕竟空的。诸法呢，是终究是不可得的。这个就是思维真如。为什么？因为无所有不可得呢，这才是他们共同的相。色受想行识虽然就我们凡夫的世界来看呢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它有一个共通的相就是无所有，就是不可得，就是空这才是它的真实相。所以呢，色也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就空这个角度来讲呢，大家都是平等无差别的，这个叫做如如就是平等的意义。色也是空，受想行识都是空，眼也是空，耳鼻舌身意都是空。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如。唯有如才是诸法的真实相，所以呢称之为真如。今天呢如果从大乘佛法来讲，好比说我们依照金刚经，依照般若经呢的道理呢去思维这个呢就是思维真如。前面讲这个思维诸行如病如庸如见乃至呢于不识界摄心而住呢，这个就是从四圣谛去观察那么现在呢就是思维真如。那么法性呢法性也是真如因为它是一切法共同的性共同的体性如果说一切法呢它有个别的体性嘛个别的体性那个都是差别的当然在世间来上来说呢都是如此，可是呢在出世间来看呢，一切法都有一个共同性共同的体性，那是什么？还是真如。接着呢实际，这个实际呢还是真如的意思就是这个真如理本身呢就是实际，这个实呢就是真实，那么际呢就是究竟的意思。我们从一切法去思维观察的时候，那么所看见的都是虚假的好比说色法，有色法的体性，色法的相貌，那是假的。受想行识有个别的体性，个别的相貌那也是假的，那都不真实。那我们从这诸法当中去思维观察的时候，那它是无常它是苦它是空，它是无我，那么逐渐逐渐的发觉到唯有什么唯有空才是它的真实相也就是无相。那么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就我们要了解这就是它究竟的相貌这个就是它究竟的相貌如果呢离开了这个呢就没有了唯有空相才是诸法究竟的相貌，才是诸法呢最真实最究竟的相貌。所以呢这个称之为实际，也是指真如理的意思。就诸法呢是平等的哪方面平等呢？在世间上看是不平等的，可是呢在出世间来看呢从空的角度来看呢，诸法就平等了。也唯有如此才是它的真实相，才是它的究竟的相。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实际。所以真如法性实际呢，其实呢所指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从这个
诸法真实义去思维去观察那么即思维矣呢，摄心而住，就是将心呢安住于此安住于这个道理当中，因为我们是这样观察嘛在定当中呢去观察这个真如理，那么观察之后呢，摄心而住，就让这一念心呢安住在此。那么是名无漏方便，这个呢就是修得解脱的方便，那里面包含呢，好比说以小乘来讲就是观察呢苦集灭道，那么以大乘来讲呢，好比说观察这个诸法真实义观察呢这个诸法空的道理，那么这个呢都是成就圣道，都是断烦恼的方便得无漏的方便。由是方便能证现观，永害随眠非一切烦恼之所依处，是名于诸烦恼心永解脱。那么今天呢也就是因为修如此的方便呢，能够得到现观。这个现观呢，我们在第十卷的最后面有讲到六种现观嘛也就是说呢，能够见真理，这个呢就是现观。那么现观之后呢，永害随眠，它能够永远害除这烦恼的种子。我们如果修定呢修三摩地，它只是呢不令这个烦恼现行而已那假如能够修圣道的话永害随眠它能够将种子呢也一并的破除，然后呢非一切烦恼之所依处，就是这个方式呢它不是烦恼的依止处。我们思维诸行苦集灭道或者说呢思维这个一切法的真如，它本身呢不是烦恼的依止处如果你相反的话思维这个诸法是有的它是真实的它是有的色也是有受想行识都是有你这样想的话，有这样的概念，那么烦恼就是从这个地方出现嘛那么假如你执着这个诸行的话诸行它是常乐我净的它是快乐的，它是清净的它不是苦它是很好的，那烦恼就是从这个地方出现。今天我们呢就是反方向诸行它是苦空无常无我的，那烦恼呢就能够不生，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违背烦恼的烦恼就是在于说我们对于这诸行不管呢这个色受想行识也好，或者说呢一切法也好，在诸行当中，在一切法当中呢有执着了有颠倒了，那么烦恼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这样子，就有无明嘛，前面十二缘起学习的有无明那么执着这一切法它是真实的它是有的那么它是好的，烦恼就是这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么做能够永害随眠能够根除烦恼，它并不是烦恼的依止处，因为它是违背烦恼的，所以当这么做的时候，圣道成就了，就能够于诸烦恼心永解脱。当知如是无漏方便，要依根本见律善成满矣，方得修习。是故世尊依此道理，先说三摩地，后说解脱。那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无漏的方便这种得解脱断除一切烦恼的方便呢，它是要依止在根本禁律。这个禁律呢，就是指色界初禅乃至四禅这个都叫做禁律。那为什么说根本呢？因为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最先得到的禅定呢是欲界定嘛，刚刚上一节课所讲的这个三摩地就是在所缘当中审证观察心一静心，
其实呢，在欲界定当中，它本身就是这样子，心一尽性，本身呢就是在于所缘的审证观察。可是呢，那还是在欲界的范围。那么假如再进一步往上修的话，那就会得到味道地定。可是这个味道地定呢，它只是初禅的前方便而已，它还在初禅的之前，要等到再进一步得到初禅的时候呢，那个才是根本位，才是根本的定。所以他这边讲根本禁律呢，就最起码要成就初禅。如果呢未到地定的话呢，那还不算，因为呢他还没有达到根本，他还没有达到根本，所以要一直在根本的定初禅当中善成满矣，就是成就了初禅，圆满这个初禅，善成满矣，然后呢才有条件再来修习这个无漏的方便，就是呢在初禅当中观察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或者呢观察这个诸法的真如理，才有条件，才有本钱能够这么做。所以世尊呢就根据这样的道理呢，先教佛弟子你呢先修三摩地，修三摩地之后呢再来修圣道，那么烦恼呢就能够永远解脱，这是一种。那么接着呢，于有漏方便说中，先说解脱，后说三摩地。如果呢，是有漏的方便呢，同样是修行得清净，可是呢，就这样的人呢，他所修的清净行还是在有漏的范围内，也就是世间的清净。前面讲无漏的方便，漏就是烦恼嘛，漏是烦恼。那么无漏的话呢，就是要断除烦恼，那个就是无漏。那么现在呢，是有漏，还有烦恼，还有烦恼。可是这一类的人呢，可能他的根基，你要教他修无漏方便呢，他还不行。所以呢就教他修有漏的方便，他还是有烦恼，可是呢他也能够修清净行，这个就是有漏方便。那么在有漏方便当中呢，就是先说解脱，后说三摩地。这个地方说的解脱呢，并不是指断烦恼这样的解脱，主要是讲降伏烦恼，降伏这个欲界的欲，这样子先降伏欲界的欲，先想办法呢去调伏这个烦恼，然后呢再去成就三摩地，再成就这个根本的禁律，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有漏的方便，简单讲就是修这个世间的清净，就是修禅定，然后呢修禅定呢就能够降伏这个欲嘛。但是呢在这种世间清净当中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呢要先将这个欲界的欲呢调伏之后，才能够呢成就三摩地，入这个根本的禁律。由正方便究竟果作意，烦恼断矣，方得根本三摩地故。那为什么说先说解脱，后说三摩地呢？因为要修禅定，它还是有一个次第的。这个禅定是色界的禅定，那么要得到这个色界的禅定呢，就是要先调伏欲界的欲，要破除这个欲界的欲，如果欲界的欲呢没有破除的话，那是不可能得到色界定的。所以呢，在修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有种种的阶段。那么这种种的阶段呢，主要强调的就是不净观，修这个不净观。那么在修不净观的过程当中呢，它一步一步的调伏这个欲界的烦恼。那到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是证得方便究竟果作意。这个作意呢，也就是说，我们
发起这个心，就叫做作意。可是呢，现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要修禅定嘛，哦，要调伏烦恼嘛，所以发起这个心呢，最主要就是要修不净观，啊，发起这个啊修不净观的加行。那么发起这个修不净观的加行呢，啊，本身都是用心，啊，本身是用心去修炼的，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作意，啊，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作意。要修行就是要修心，所以要发起这个心，啊，用心去修炼啊，使令呢烦恼不相应嘛。所以当发起这个心的时候呢，只要心在运作的时候呢，都叫做作意。那么这个作意呢，有好几个阶段，到最后的阶段呢，就是方便就近果作意。啊，方便就近果作意。所谓的方便，就是调伏烦恼的方法，啊，调伏烦恼的方法，啊，或者说呢，哦，修禅定的方法，啊，这是同时的。要修禅定，就是要调伏烦恼，调伏烦恼就是为了要得禅定嘛，啊，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方便。那么这个方便，当然要落实嘛，啊，在落实的时候呢，就一步一步的这样走，走到最后呢，就近了。这个方法修习圆满了，修习就近了，然后它就会有成果，就会有成果，就会得到一个结果，所以叫做方便就近果。那么达到方便就近果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成果了嘛。那我们要调伏欲界的欲，想要得到色界的出禅，啊，那么修不净观不净，啊，这样子，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不断的修，到最后呢，就近圆满了，得到结果了，也就是成就了初禅，啊，也就是成就初禅。那么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烦恼断矣，啊，也就是说欲界的欲破除了，啊，欲界的欲呢调伏了，然后呢方得根本三摩地，啊，当欲界的欲调伏之后呢，才能够领受这个方便就近的结果，也就是呢根本三摩地。啊，那么在根本三摩地当中，就是心呢它还是在运作的，啊，当我们得到初禅之后呢，心它还是在运作，所以它本身还是作意。所以今天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众生它只适合修有漏方便，那佛呢就教他啊先啊解脱欲界的欲，那么当解脱欲界欲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得到根本的三摩地。所以解脱欲界的欲，它是要修不净观。那么修不净观呢，啊，它是有许多的层次啊，有前后的啊阶位。那么达到最后方便就近果作意的时候，也就表示呢啊不净观成就了。不净观成就的时候呢，烦恼断矣，就能够呢啊证入根本的初禅，啊，那么这个就是世间清净道圆满了。如果出世间清净道的话呢，就是前面那一段讲的五漏方便，先得禅定，然后呢在禅定当中呢啊修啊这个苦集灭道啊，修这个啊诸法真实相，就能够断除烦恼。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世间清净嘛，就修不净观啊，修不净观呢，将欲调伏了啊，那么就能够证入根本的初禅，这是有漏的方便。我们看解释，于有漏方便中等者，先于欲界观为初性，于初净虑若定若生，观为尽性。发起加行离欲界欲，这个有漏的方便是怎么修呢？啊，就是首先啊，要对于欲界呢，要观为初性。欲界就是初重的，啊，这样子啊，都是不好的，啊，它是过犯的啊，它是不清净的啊，它是有啊种种的问题啊，就是要观察啊欲界。啊，不好的这一面，当然最主要就是欲了，
啊，所以先观察欲界的初现。那么相对呢，啊，对于色界初见律呢，不管是成就禅定也好，或者说呢，啊，成就禅定之后啊，将来生命结束啊，升到色界初见律天啊，所以说若定若生啊，要成就初见律呢，首先就是要成就禅定啊，这个就是若定。那么禅定成就之后，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就能够升到色界天啊，色界天的果报就会出现，那个就是若生。所以对于初见律的境界，不管是定也好啊，不管是生命体也好，观为尽性，它呢啊是极尽的啊，它是极尽的。欲界因为有欲，所以呢是初，是乱啊，它是动乱。那么相对来讲啊，只要将欲调伏了啊，将欲破坏了，那么在初见律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它就是极尽这样子啊，所以要相对。所以当观为初现的部分呢，我们就要厌离，那么观为尽性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心目啊，欲界是不好的，所以我厌离啊，我呢不想要再得到欲了啊。那么色界初禅的话啊，它呢啊是尽性的啊，它是呢极尽的，它是安静的啊，所以呢啊，我要呢啊得到这个部分啊，我要心目，因为它是好的嘛，它是有功德的，它是殊胜的啊，所以我想要去成就它，那么就是心目。由此呢就会发起加行，然后呢啊离欲界的欲，因为欲界的欲不好，所以我才要远离它啊，才想要离欲。那么要离欲呢，不是说离就能够离，就是要发起加行，它是有一个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方法。但最起码啊，第一步就是要啊要观初性啊，观尽性，就是有厌离，有心目，那么它才能够啊有离欲的啊条件。如是乃至发起加行，离无所有处欲，当知义耳。是名有漏方便。那么今天呢，我们离欲界的欲，然后想要得到初禅，是用这样的方式嘛？我们要了解，将来有一天啊，如果你想要啊远离无所有处的欲，然后呢啊得到非想非非想处的啊若定若生，也是一样。初禅它相对于欲界来说呢，它是尽性，它是极尽的，它是好的。可是初禅相对于二禅来讲呢，它又变成什么啊？变为初性了，它又变为动乱啊。因为初禅我们前面学习过，它还有寻思，所以呢得到初禅之后呢，它因为寻思的关系呢，让它的心就感觉到浮动，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也不欢喜初禅了，他想要更深入极尽，所以呢开始啊对于初禅呢就观为初性，然后呢啊对于这个二禅呢就观为尽性，结果呢就发起加行，远离对初禅的欢喜啊，远离对初禅的欲啊。因为我们今天呢会得到初禅，就因为观他为尽性，然后呢对他有一个心目的心，这种心目的心呢还是欲，它还是欲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今天呢啊发起加行啊，然后呢啊离初禅的欲之后呢，就能够得到二禅。同样的，到了二禅之后呢啊，因为它还有喜嘛，欢喜有喜的动乱，所以心呢还是不极尽，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观察二禅的初性，然后呢就观察三禅的尽性啊，这个时候呢对三禅他就会有心目的心，然后就发起加行，远离二禅的欲，得到三禅，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如果就世间清净这条路来说呢啊，永远都是如此啊，永远都是如此，就是心上厌下啊，这是一个啊最基本的。
就是要先上咽下，哦，当然是先咽下，然后呢再先上，哦，咽下，哦，咽下，这个下呢就是指下地，下地呢都是粗重的，哦，都是苦的，哦，都是不极尽的，然后呢要先上，先上呢就是先在上地呢都是极尽的，都是清净的，都是安乐的，就是要这样子观察，啊，心上咽下，啊，这是一个方法。所以，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地方，当你要超越它的时候，你要超越欲界，就是要咽欲界的粗重性，啊，然后呢，心粗禅的啊这种极尽性，乃至呢，你到了最后。成就无所有处定的时候，你想要再超越无所有处，就是呢，你要厌无所有处，它是下，啊，它是呢，啊，动乱的，啊，它是不极尽的，它是粗性，然后呢，心上非想非非想处呢，它是极尽的，它是殊胜的，就是用这个方式，它就能够离欲，离欲呢就会往上提升。啊，所以说呢，当知一耳，就不管呢，哈，在色界的四禅，哈，在无色界的四空殿，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往上提升的话呢，都是用这种办法。所以这个呢，哈，就是有漏的方便。诸瑜伽师修方便时，略有七种作意差别。那么这个一切的哈修行人。诸瑜伽师，啊，这个地方就简单讲，啊，就是这个修行人，啊，想要得到相应的，啊，这样的修行人，他在修方便的时候，也就是呢，啊，修这个有漏方便，那么简单说，啊，有七种作意的差别。前面讲嘛，啊，就是要咽下心上，那么这个咽下心上呢，最主要就是修不净不净观，为什么？欲界的欲它是不净，可是呢，将来有一天得到初禅之后，初禅它有寻思，寻思呢会动乱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也要观察初禅是不净的，它也是不清净的，它也是粗重的。那么到了二禅之后呢，二禅还有这个喜的动乱。想要提升的时候呢，还是一样要观察这个二禅，它是粗性，它是不清净的，所以呢，不管在任何地方要提升的时候，用心上咽下这样的方法做观察。那么这种观察呢，简单说它有七种作意的差别，就是前后，前后呢，它有七个步骤，有七个次第，然后呢，用我们的心啊去啊运作它，啊，这个就是七种作意，为了相作意、圣解作意、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加行就近作意、加行就近果作意，这个呢啊就是七种作意的差别，啊，七种作意就不管啊包含。欲界，啊，从欲界要往上提升到色界初禅，他要修这七种作意，那么就是观察欲界的欲是不净的，然后呢，啊，这个初禅呢，啊，它是清净的，它是殊胜的。那么从初禅要提升到二禅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初禅呢它是粗性的，它是不净的，啊，然后呢一个一个作意，啊，这样不断的修到最后呢，就成就二禅，就往二禅呢提升了，乃至呢，啊，到最后在无所有处的时候，啊，他要往上提升达到非想非非想处，他还是要修这七种作意，就是呢你要观察非，啊，这个无所有处，啊，它是粗性的，啊，它是不净的，然后呢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呢，啊，它是极净的，啊，它是清净的，就是要这样观察。所以每一个地方要往上提升呢，都要修这七种作意。那么这七种作意呢，声闻地中广视其相，
在声闻地后面的33卷那个地方，会有非常详细的解释七种作意的道理。那么又若略说，可是呢，这个地方这个作者呢，他要对这七种作意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他是根据后面的声闻地，因为声闻地的道理呢，比较多，比较广，所以他这边呢，就是把它浓缩起来，这七种作意简单的意义。第一个呢，了相作意，于所因断能证了知，于所因得能证了知，唯断因断，未得因得，心生希愿。第一个呢，就是了相作意。什么是了相作意呢？就是对于所因断除的，他能够了知他的相貌。好比说呢，欲界的欲，欲界的欲，这个欲界欲呢，它是粗的，就是要这样观察。对于这件事呢，能证了知，因为欲界欲呢是所因断的。接着呢，对于所因得的呢，就是初禅，初禅它的尽相，它的极尽相貌，能证了知。当然，欲界的欲为什么叫初相？它是不尽，它是粗，它是杂染的，它是有过患的，这个都是要在佛法当中呢，去学习的，一定要去学习，要去认知，它是什么地方不清净，它是什么地方有过患，它是不好在什么地方，就是佛法都有很详细的解释，有详细的介绍，当然在后面的声闻地呢都有讲到，欲界的欲它是初相，那么它初的相貌在何处，就是要学习，学习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发起内心的思维去认知它。所以说对于所因断的要能证了知。其次呢，对于所因得呢，就是初禅极尽相，初禅的殊胜，它是殊胜在什么地方，当然佛法都有讲，要去学习，学习之后呢要能证了知。所以第一个呢，在这个阶段，在修止观，在静坐的阶段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先了知他的相。了知他的相呢，就是未断因断，未得因得，心生希愿。既然了知他的相貌之后呢，内心就要发起一个愿望，我呢，要断除应当断除的，就是欲界的初相。然后呢，为了得到呢，这个应当得到的殊胜的这个初禅的尽相，就是有因断的部分，有因得的部分嘛。那么如果了知而已，那也没有用，就是要发起一个愿望我要断除应当断的，我要得到应当得的，这样子。所以包含这两个层次。先了知他的相，然后呢还要在心生希愿成就这一件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了相作意，内心有这样的希愿，唯断因断，未得因得，有这样的愿望，这就是作意嘛。但是这个作意呢，它是建立在因为他了知，了知呢什么是因断的，什么是因得的，他能够分清楚这个轻重，这样子。所以这个叫了相作意。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圣解作意，唯断未得发正加行，就是为了断，为了得，为了得到，为了断除因断的，为了得到因得的。不过这个时候呢，是发正发加行，他已经发起加行了，前面只是有这样的希愿心而已，我有个目标，我有这样的愿，仅限于说这样的愿而已，首先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愿，那个时候叫了相作意。那第二个呢，就要发起加行。
当发起加行的时候呢，就是圣解作意。所谓的圣解呢，这个圣就是强而有力才叫做圣。就是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对于一个所缘境界，所缘境界呢，你要发起一个强而有力的观察，这个叫圣解。所以当我们对于所缘境界呢发起强而有力的观察的时候，它本身呢就是正发加行。那么什么是所缘境界呢？也就是说欲界它的初相，然后呢初禅的见相，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的所缘境界。如果以这个要破除欲界欲得到初禅的话，就是要修不净观，修不净观。所以呢，不净观就是要了解欲界的初相，那个就是不净相，然后呢，这个初禅的极净相，也就是见相，要去了解它，了解这个相貌。然后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所缘境界的相貌呢，发起有力量的观察。这个时候呢，已经在开始修加行了，所以叫做圣解作意。那么第三个呢，远离作意，能舍所有上品烦恼，这是第三个啊。当正发加行之后，开始修，开始修呢，他烦恼呢就开始不相应了嘛。然后呢，第三步这个时候呢，因为圣解作意。因为发起有力量的观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有已经能够弃舍掉所有的上品烦恼。这个欲界的烦恼呢，大概来分，就是分为上品、中品跟下品。那么先断的是先断上品，所以呢，当他发起圣解作意之后，有加行，那么一段时间就远离作意。就表示说呢，他的心开始呢已经有清净了，对于这个欲界的欲呢，最起码这个上品的部分呢他已经能够弃舍掉了。所以弃舍掉的时候呢，心就已经有清净一分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远离作意。就当时候的内心还是不断的在修加行，那这个阶段呢就叫做远离作意。那么第四个呢，摄乐作意，能舍所有中品烦恼。这个第四个呢，他这边简单解释就是说，当能够再进一步断除欲界中品烦恼的时候，就叫做摄乐作意。这个所谓的摄乐呢，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内心已经有欢喜了，内心已经有欢喜。欢喜什么呢？欢喜于断烦恼，欢喜于远离烦恼。对于断烦恼这件事，他呢能够看见他的殊胜性，能够看见呢他的功德性。断烦恼是好的，烦恼清净了，因为本身已经清净了上品了，叫做远离作意嘛。然后呢，他在不断的修，不断的修，开始呢发起欢喜心了，感觉到呢我能够远离这个烦恼，能够断除这个烦恼呢，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品烦恼就能够断了，所以叫做摄乐作意。同样的，他还是以强而有力的思维观察，然后呢来破除这个欲嘛。但这个时候呢，内心已经有欢喜，已经发起这个欢喜，这样子有这个因为远离烦恼而产生的喜乐，这个时候呢出现的就叫做摄乐作意。那么第五个呢，观察作意，能于所得离真上慢安住其心。因为到摄乐作意的时候呢，他已经断除中品烦恼了，还剩下下品烦恼，欲界的下品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观察自己的，我的内心究竟是不是完全远离烦恼了。他会自我反省，自我观察，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去接触一些色身香味触的境界，啊，故意去接触，然后呢，来试验自己，来考验自己，我是否呢，啊，烦恼完全断除了。这个时候呢，他会发现还有欲，啊，因为下品烦恼还在嘛，所以呢，还会有欲。那么还会有欲的时候呢，他就会警觉到说，我还没有完全断除烦恼，所以我还要再精进努力，我还要再修。这个时候呢，就是观察作意。所以观察作意的阶段呢，就是对于所成就的，好比说呢，刚刚讲的色乐作意，它就能够远离真上慢。因为你如果不发起观察作意的时候，就会有误解了，因为中品烦恼断了嘛，内心已经有有两分的清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会误认为说已经完全清净了。如果在没有完全清净的状态之下，认为自己完全清净了，那个就是真上慢。所以他还要用观察作意呢，去考验自己的心，去接触境界，然后呢，看自己是否还会升起这个欲心，就发现呢还有欲，那不行，所以呢还要继续的在不断的修加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观察之后发现自己有欲，然后呢再持续不断的修加行，所以对于所成就的境界就是舍弃中品烦恼这样的境界呢，那他能够远离真上慢然后呢安住他的心再继续的修，因为还没有结束嘛，还没有成就。那么第六个呢，加行就近作意，能舍所有下品烦恼在观察作意之后，因为弃舍真上慢，然后呢在不断的修加行，所以呢到最后能够将剩余的下品烦恼也将它弃舍掉也将它断除。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加行就近。我们过去呢修这个了相修这个不净观，总算到这个地步呢应当修的加行呢已经就近圆满了要修行嘛修行到此已经就近圆满了所以这个时候叫就加行就近作意，就是舍掉了下品烦恼了。那么第七呢，加行就近果作意，能证领受彼诸作意善修习果再来第七个第七个呢就是加行就近果作意，简单说就是已经领受了前面彼诸作意从第一个到第六个，它整个呢就是修不净观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之后到第六呢就是修习就近圆满了嘛，那么现在呢就是去领受它的结果，也就是呢证入了根本的初禅所以在加行就近作意的时候就是烦恼断，然后呢加行就近果作意的时候呢就是证入初禅，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修初禅要往二禅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也是这七个作意那到最后的加行就近作意呢，就是断除对初禅这个寻思的这个喜爱他的贪着，然后呢加行就近果作意呢就是证入二禅所以第七个作意就是领受结果正式呢得到结果了就是领受以前这六种作意因为不断的善修嘛，不断的善修习，那么结果得到了如果说从欲界往上提升到初禅也就是呢第六个破除欲，那么第七个呢证入初禅，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世间道清净的方式也就是有漏方便是这么修的今天讲到这边。